我说我九点直播，可能现在都没有人来。比赛。Hello， 晚安，提早开播，我要提醒大家吗？好，大家赶快去提醒大家。我绝对不是忘记，我是真的在忙。我刚才在公司，我刚回来两分钟不到，我就马上开播了。我还没有吃晚餐呢。那我们大家，我是不是很感动？我现在来吃饭，大家就看我吃饭吧。大家没有吃。原本是没有预计要到那么晚，所以原本是还是持续七点半直播，但是后来发现来不及了，就是还一直都在公司，还在用事情，然后才发现的。然后因为我进一个空间，然后那里是没什么网络的，所以那个线动就发不出来，真抱歉。我手机也是淡妆，因为我来不及补妆，我一回来马上就直播了，大家就原谅我今天没有很好看。吃个饭。那我今天妈妈煮的，这一道。有鸡肉，还有这个是我叫妈妈用的。好，今日晚餐很丰盛哦。虽然我不一定会全部吃完。提早一点，如果有人不知道，可以去提醒他们哦。刚回家，我就马上开播，大家等太久。晚安，你看我等下啃鸡腿，我会移到旁边，我不会让你们看到的。因为本来其他天也都排了东西，就这礼拜都已经排了。我是不会让你们看到的。玉米色，我先吃这个，这超好吃的，那个 Costco 的。我今天好像吃播。
直播啃鸡腿了。我就算在外面也不怎么，就不怎么啃。好了，我要吃鸡腿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等一下，很正常啊。放下，我今天主要来吃这个，我的热量又在这里。这高热量食品。是要慰劳今天劳累的一天，今天有这个。是汤好喝，谢谢阿森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。可以去，可是我主要我觉得，就那个汤洋葱汤是很好喝，你要点洋葱汤。布丁的话也好吃，其实还好，你可以先订，然后他可能会有空位，然后就会打电话给你，但也不一定会有位置，就是越提早一点订比较好。没有规定，可以穿什么。
我只是因为拍照所以穿比较好看。今天属于吃播环节。拍出好看的照片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昨天我会发婚纱呢？看到通知跳出来是以为哦，你今天要发婚纱？我没有，并没有。今天很好看吗？我今天很素哎，我今天非常的素，而且匆匆忙忙就开播了。我还没有补妆，我口红都没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家猜我穿哪一套？看得出来吗？应该看不出来吧？看到我的业配吗？我可能明天会先发一个限定，就这个。想结婚，我还怕大家不喜欢哎。我那时候就看蝴蝶结就很想拿蝴蝶结，但突然发现上一次身体也是蝴蝶结，就有点抱歉。我应该拿皇冠的，但我又觉得蝴蝶结跟我这套比较搭。然后大家应该会想要，看大家喜欢了，这是很难得的婚纱。有露脸就够了，刚刚蝴蝶结，我也觉得蝴蝶结好看，因为那个婚纱就是，因为我那个婚纱我也觉得很好看。我也喜欢这套，然后跟你们说了，我这套是跟泪姬同一套。我好像有看到泪姬吧？我看一下。对，跟泪姬同一套。
我们唱一下。最近又要断考，
然后断考好多次了，我原本是下礼拜断考，那我们断考延后，好险好险延后。因为我原本要去碧旅，但是碧旅取消了，所以我们断考也延后，是太怕。不然原本下礼拜，我真的不是下礼拜，下下礼拜，真的是太快了，都还来不及准备，而且考超超多科。我妈应该会叫我吃掉它。对，我本来很期待碧旅，我们都买好衣服，没办法，他真的的确没办法，现在太非常时期。吃最后一个了，鸡腿，请大家往旁边看，谢谢。自行聊天时间，就这个很小一块，我就涂个口红，等一下，涂个口红。
没涂好。嘴巴有颜色。Hello， 吃晚饭。大家都是很久没有看到这里了。我们换一下啊，刚就这一杯啊，刚就这一杯。水吧，我们刚刚用。背景，这直哎、欸、直播过，我在这里直播过，大家快说，是谁还记得这里是哪里？哈哈，这很难哦，这个是非常久。以前这是一个催眠哦，对，这是我家呢。当然餐厅，我刚刚都说餐厅了，我刚刚都说是餐厅了。对，肯定就是你们都还没有发了我的时候，非常久以前哦，厨房前面也没错，非常久以前哦，老粉们，老粉们还记得吗？嗯 ，OK。跟布丁联播那一次啊，我们做松饼的那一次就在这里做的。唉，大家，这是非常久以前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跟布丁有联播过。他那天来我那次，哎来，他来我家说三四次吗？真的忘了。但卡丘你也没答对，所以你也哎大家看看这里的粉丝们都是新的，大家都没有，这大家是不是都是我回国后才开始 follow 我的、啊、之前我们一起做松饼那次，那很久以前啊，就是我出国前。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？为什么大家在我出国那个时段都消失了？大家不能以后我去哪里，然后你们都消失了，不能这样啊！这样我本来就有预感会消失很多，那消失的也太多了吧？OK， 没关系，大家是新粉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新粉们，以后如果我停，假如停什么，或者假如出去，都不能再消失了。罪过不菲 ，OK， 可以接受了。新粉我可以接受了。反正就是会有新的啊，
新，大家都很新。被紫圈圈的死去。不然我们今天来唱歌好了。新粉哦，粉哦，笑笑是要跑去粉谁了呢？等一下我去照个镜子。但是你很忙，没有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想吃点甜的。因为太胖了，这么晚吃晚餐，还吃那么多。嗯，都行，西瓜都好吃。而且我都懒得兔子，我都直接吃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歌，然后就差不多。唱什么歌呢？要唱什么歌？大家想一想，唱什么歌？对，我以前以为胃不吐会在肚子里长出树，但后来知道不是，就没唱了。唱什么歌啊？唱什么歌？我不会韩文，没有韩文。中文好了，不然我来唱爱你呢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房间吗 ？Cover 的歌。大家选爱你或是房间。啊，我的刘海现在非常崩溃。今天感觉不好看。
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上瘾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明明就很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要我常烦着你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遍，想我就多看一遍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Oh， 白想说一天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哎，后面比较不会唱，我去看着。喜欢你的胡闹，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，最大的骄傲。哎，我不会唱这里。不微笑，常常想我说的话，你是否听得进去？明就很想生气，却又忍不住笑意。在我的心里，你是就是唯一，爱就是由我常赖着你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Oh， 白想说一天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多一天，慢慢的每次感觉。我想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白想说一天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多一点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白想说一天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才会慢慢发现，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。啊，我真的只听过前面呢，我没有听完，没有听完，好好笑。我怎么记得王心凌，我也会唱另外一首歌，但是我最后忘记叫什么。哎，还是不是王心凌，就是有那个，然后什么可乐，可乐，可乐什么的，忘记。啊，对啦，当你啦，我以前很爱唱当你哎。看一下当你，但我好久没有听了。大家很厉害，我说可乐大家都知道什么。但我好久没唱。哎呀，为什么考生我不能唱当你 ？Why？ 为什么？你害我吓一跳，不敢唱了。但我还没有考上，我还有。哦，当你，当，那就是医生谐音的。哎呦，我黑的从前，这没有声音，我们不能，我需要他的伴奏。将你的眼睛。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。
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学校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我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，回忆都成了永远，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？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我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也许等我等的太多，也许会大会都被锁，不给你弄得好毫不犹豫，大声地说，我要说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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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我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唱两首歌，知道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好了，我们来OK 念吧 Start。钢铁凡凡，你是第十名。等一下，我是太老了。好，再来是阿贤，恭喜阿贤，你是第九名。再来是第八名的 Killer， 恭喜 Killer， 你是第八名。再来是第七名的博辰，恭喜博辰，你是第七名。再来是第六名的幻影战士，恭喜幻影战士，你是第六名。再来是第五名的笑笑，恭喜笑笑，你是第五名。再来是第四名的阿和，恭喜阿和，你是第四名。再来是第三名的 J Chen， 恭喜 J Chen， 你是第三名。再来是第二名的 Cosan， 恭喜 Cosan， 你是第二名。最后呢，恭喜第一名的雪代吧，恭喜雪代吧，你是第一名。好，我们从下下开始。哦，我今天太浪费了。啊，我忘记了，没关系。再刚好下一次冬天加多久，是这样的吗？是我一直
是这样。要吗？就是很有原则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夸奖也是不好的，害我紧张了一下。再来是阿和。一个赞。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事，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事。我朋友在滑脸书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可能是某个粉丝吧，不知道谁，然后他就发了我的那个比赞那个是什么、GIS，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，好像就是这个，反正是我的脸，然后他就截图给我，他说这个是你吗？太好笑了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赞。然后是华新闻吧，我也不确定什么。再来是 J 钱。勉强传那个吗？赞的那个，好好笑、哦。他说没想到竟然滑个新闻可以看到你。然后留言了，他在留言区里看到的。再是 J 钱。真的、啊？还有网站呢、啊？那我也想看了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好。哎 ，J 钱是不在了吗？那我们下一个。口五三，什么东西趁查赞助？真的、哦？竟然？可是我不知道哪里查，要在哪里查？我没有怎么用那个，我、哦、还在打字吗？哦、oh, ，I'm sorry。哦，对，再播一次。哦，好累哟、哦，好喜欢的群。谢谢你的喜欢，一个耶！耶！抱歉，抱歉。再来，最后是水袋吧。我今天有点看了都笑不出来，哦，太巧了。变瘦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变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每次都说加油，你要瘦了，然后回家量体重都没有瘦。水圈水袋吧，你们不哦指定了哟 ，sorry 又没看到，哦哦看到了，红脸嘟嘴，好，好，那是 J 圈不在是吧？那就等到下一次吧。再卷起浪潮，时光自由荡漾。真的、哦？
OK， 好了，大家。我们要说 goodbye 了，快乐时光就是总是过那么快，虽然今天的确蛮短暂的。现在有时间让我们 say goodbye， 拜拜 ，goodbye goodbye goodbye， 大家晚安 ，goodbye。你说可以，公司知道，拜拜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拜拜。